今天听您的讲座，着实令人敬佩。您是名副其实的女大山，我们非常希望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学习中文的经历，以及学习中文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收获。 第一，我认识大山，然后每一次我见到大山，我都觉得哇，我的中文还可以学一辈子，就学的不不不如他的啊。Uh, 我我为什么学中文呢？是我大学的时候在学啊，经济行销，然后、呃、国际行销，国际行销，然后觉得如果要做国际的贸易，应该有一个外国语言，所以我就是。 比较随便的选了中中文，八零年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日文很热门，不过有有一些原因我选了中文，然后他给我我的职业带来了很很多很多机会，因为最近接近三十年来二十七年来，啊、呃、中国的发展特别特别多特别大，所以就给我很很多机会了。 呃，我们从多伦多汉语水平考试中心获悉，前不久您的女儿以满分优异的成绩通过了 HSK 3级考试。首先，恭喜您和您的女儿。我们听说您的先生和另一个女儿的中文水平也非常的优秀。请问您家人的中文是您教的吗？您对多伦多汉语水平考试中心以及 HSK 中文考试有怎样的评价？ 啊，呃，uh, 关于他们怎么学中文的话，小孩子学中文就是因为我们在家一直在讲的，然后另外他们在学校就上课啊，uh, 所以。 有一点算是我教的，不过不像一个正式的老师，最好那个是给专门老这专业老师来做的。我先生的话是，啊、呃，我们趁了一个机会去住中国的时候，他自己上课了，然后他学了很多，而且他天天都听我们讲国语在家，所以他那样子也也也也懂得差不多了。 啊，uh, 那关于 HSK 的话，你知道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没有 HSK 这这个现象，所以我自己一直在想呢，如果我考的话，我考的怎么样？反正我我女儿最近考她，她、呃、啊，当然是给她带来很很大的压力，不过反正是一个是一个能啊、呃、能称的一个标准啊、呃，而且能让你了解一下你那个国语的成绩啊。呃 到什么程度啊、呃？因为全世界有人在学中文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让你知道怎么竞争。